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哎，我的搭档呢？来了。好，来吧。刚刚十秒上台前十秒钟还在拍拍立得，结果拍完了人就没影了。我把我给推上来了。哎，你别说，刚刚那个都是现想的。哎，确实，我们这一段全是纯即兴，我们都是被导演组硬 Q 说让我们上来说一段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说一段。但是我们这个不是 talk 啊，我们是节目。没事，我们可以 talk 两个小时。那你们知道我们的节目是什么吗？你们知道我们的节目是什么吗？Let's go。 亲爱的，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，可心里却不停地惦记你。傻傻的，我们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，把好的慢慢的给留给你。经常梦见你，也不管星期几，像一种解释不来的吸引。一想到就开心，哈哈哈哈，这样不行。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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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嘣嘣哒啦啦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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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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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嘣嘣哒啦啦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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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经常梦见你，也不过星期几。像一种解释不来的吸引，后天要见你，一想到就开心，哈哈哈，这样不行。我们来了，一起来，一起来。亲爱的，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，在心里却不停地惦记你。傻傻的，我们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，把好的留下，坏的留给你。经常梦见你，也不管星期几，像一种解释不来的吸引。后天要见你，一想到就开心，哈哈哈哈，这样不行。哒滴啦啵吧滴啦啵滴，嘣嘣哒啦啦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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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吧嘟。哒滴啦哒哒滴啦哒嘟嘣嘣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哒。我经常梦见你，也不管星期几，像一种解释不来的吸引。后天要见你，一想到就开心，哈哈哈哈，这样不行。经常梦见你，也不甘心积极，像一种解释不来的吸引。后天要见你，一想到就开心，哈哈哈哈，这样不行。亲爱的，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，但心里却不停地惦记你。傻傻的，我们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，好的坏的都分享给你，哈哈哈哈，这样不行，哈哈哈哈，这样这样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不行不行。